跑得行吗？这个？我觉得挺好。来吧，准备。别看黄晓明现在玩得开心，可就在几分钟前，拍摄现场还一片混乱。按计划，当天的戏份只要一小时就能完成，可没想到黄晓明刚一出现就引来群众围观。尽管工作人员不断阻拦，但上百位群众仍把黄晓明挤在了中间，动弹不得。就在这时，一群女孩主动手拉手围成人墙，阻断了围观群众，才让现场秩序稳定下来。仔细一打听才知道，他们都是黄晓明北京歌迷会的粉丝们。可能是我们的影迷会明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吧，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，他们都会自发的拉起手来保护我，不管是哪个地方的影迷都会这个样子，所以让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，有他们在我觉得很温暖。因为拍摄暗香，两个多月来黄晓明辗转各地，好容易回趟北京，歌迷会就专程组织了30多位粉丝，煲了汤，买了夜宵，浩浩荡荡慰问偶像。就连黄晓明一直抱着的吉祥福牛也是歌迷送的。因为就是我的小影迷刚刚送的。明天是你了，兄弟。我也想明天是牛是吧？还会叫呢，对。而且红的，我们想明天是红，对不对？2009年，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了，那么我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牛年更牛。